年前要采买年货，板桥哪里最好买？除了一般传统市场之外，最受欢迎、采买人潮最多的地方，就是板桥农会在府中捷运站旁所举办的年货大街了。在这里买得到传统的南北干货，还有新鲜应景水果，通通都是板桥农会筛选过各地农会和厂商的产品。板桥农会，秉持的回馈我们板桥的市民，那经过农会的筛选，各农会的农产品，把最优质的、无毒的，那提供给我们板桥乡亲去选择，然后买货，然后过个好年。因为品质有保证，深受消费者肯定。光看这里采买年货的人潮，或是来预购取年菜就知道了。板桥年货大街连续举办7年，规模日益扩大，一定有农会背后的努力。本会因为自有我们这个新鲜超市，那也受到各界的好评，那所以说经过理事会大家的决议讨论，那是不是来试办说这个年货大街，那已经试办了今年第7年，每一次都经过有7天，让市民能够来这边用最简便然后最快的不用跑到迪化街去购买。板桥地区少了像是台北迪化街老街购买年货的地方，板桥农会举办的年货大街提供一个年节购物的好地方，让大家买好货过好年。中嘉新闻零六刘凡刚板桥报道。